此影片绝非广告，自费嘅屌你！睇到呢个环保袋都估到，今次我哋查嘅系三顺士多嘅出品。除咗留咗樽麻辣酱之外，我买咗佢哋全系列总共七款嘅自家品牌调味料，同大家试下佢哋系咪真系同啲描述一样咁卵超班先。先嚟有呢支叫够抽嘅甜豉油 ，sell 话只要一抽在手，变出100%可能。虽然包装好贴心咁有个胶塞，但系个樽口对倒豉油嚟讲真系好似大咗少少。大家要小心一倒就生泥倾泻。呢支甜豉油质地比一般豉油浓厚啲，闻落比一般超级市场卖开嘅豉油香啲，味道偏甜，但系又唔会甜到得浸糖味，食落都算有豉油香。我一试就谂起粉泥烧卖，用嚟点烧卖应该好夹。虽然佢唔算好食到惊艳嘅程度，但系绝对冇服。不过睇翻佢嘅添加剂都唔算少，介意嘅朋友可能就要留意下啦。之后呢樽蒜爆成分就单纯啲，入面只系得蒜同埋油。打开闻落比其他现成蒜蓉冇咁香，特别在佢用咗炸蒜而唔系生蒜，所以食落同闻落都冇嗰阵生蒜嘅辛辣味。虽然浸晒喺啲油入面，但系神奇地啲炸蒜食落都有脆脆地嘅口感。不过阵味同普通超市或者街市买到嘅现成炸蒜冇乜分别，冇话特别香。浸住啲蒜嗰啲油又真系冇乜蒜味，搞到我都唔知点解要咁样搵油浸住啲炸蒜。可能系我自己中意生蒜多啲啦，呢樽我就会 skip 啦。反而呢樽劲冲就唔一样，成分同样简单，但系闻落就香好多。我上网买嗰阵以为系绿色嗰种葱油，但系原来佢系油浸炸干葱嚟，浸味同青葱一啲关系都冇。相信你食过炸干葱嘅应该会明我讲乜。虽然话佢表现好过啱啱嗰樽蒜爆，但系两樽俾我嘅感觉都系唔知点解要用油浸住啲炸蒜或者炸干葱。对比平时随便喺超市或者街市买到嘅现成炸蒜同炸干葱，有冇话特别香或者特别有深度？加咗啲油，除咗俾你食落油啲之外，我又唔觉得有乜嘢好处，所以两樽我都唔会翻兜，更加唔会推介啦。跟住试下呢樽辣椒。其实真系橙色嗰种辣酱，添加剂比其他产品多啲，闻落系种重蒜味嘅辣酱味，一入口酸酸甜甜感，同时有浸都几明显嘅蒜味，辣味喺差唔多吞咗之后先飙出嚟，估唔到味道都做得几有层次感。佢浸辣味明显得嚟，食完仲会留喺条脷一阵先散。食辣 B B 班食佢嘅话，可能就要小心份量啦。我觉得佢味道上算系做得唔错，但系对比起同类辣酱都贵几多下，我自己就冇乜所谓。但系悭家啲嘅，可能就会觉得佢唔系咁抵啦。之后呢支辣萨加油，除咗包装特别，仲系主打麻辣。虽然我唔系好食得辣啫，但系就好中意麻嘅感觉，所以期望都几高。之后开出嚟都几香蕉味，食落唔算好辣，辣中带麻。嗰只麻唔算好夸张，算系够你过下麻辣瘾嘅 level。呢只麻唔系吉吉下有嘢爬嗰种，而系用一个唔喐嘅固定频率搭住喺你条脷麻沟里嗰只脷。佢麻辣得嚟冇咸味，所以用佢嚟捞埋其他调味料食都冇问题。我自己觉得唔错，物色紧麻辣油又唔想买大陆货嘅，可以一战。呢樽 Zero 就咁听可能唔知佢系乜，其实佢系 XO 酱嚟，闻落同其他 XO 酱一样有阵咸香味，入边油量唔会过多，唔会好似好多 XO 酱咁油仲多过料。入边明显见到原贝碎同虾米碎，食落辣到大约系平时啲超市牌子加辣 XO 酱咁嘅 level。佢重虾米嘅咸香味，料都算足。108蚊一樽细 size XO 酱喺啲好啲嘅牌子入边，其实唔算特别贵。但系同价位嚟讲，可能喺你同我心目中都会有更加好食嘅选择啦。最后呢支新出嘅教西系我拍呢集嘅原因。作为一个西女人，又点可以唔试下佢咧？佢闻落除咗有豉油香，仲有芫茜嗰阵菜青味，入面西嘅份量好足。除咗豉油味同芫茜味，食落仲有少少蒜味。豉油味偏甜，芫茜味明显得嚟好自然。对于我嚟讲，唔使再沟其他嘢，已经可以爱嚟打边炉用啦。佢好食过之前我拍过片嗰只日本出嘅芫茜豉油好捻多。西味唔算超级强，唔系西同学都应该接受到。呢支系我七款产品入面觉得最值得买嗰样。另外嘅够抽同埋辣萨加油我都觉得可以一战。有时佢哋啲产品简介写到好鬼吸引，令人期望好高，一有落差就会更加失望。虽然啲产品未必样样都啱我心水，但系全部都唔算服。欣赏佢哋全部都喺香港制造，所以再出新嘢嘅或者我都会想试。期待佢哋会越做越好，以后啲产品都同简介一样咁晒食就最好啦。嘻嘻。